因为这个茶百戏的味道，我直接喝吗？嗯。馋一国，又开始馋。你看我这个排骨，好。冰糖排骨。当王一博遇到自己的偶像，哇，我的天，哇，吓我一跳，哇，真的，这个超厉害，哇，又没了，哇。是不是就是你本人？模型。价格不一样。头盔啊，然后还有乐高也很多嘛，也会。还有头盔。乐酷。哇！天哪！是啊。啊？怎么？对，你就这么捏他呀？对，一般按摩着跟他聊。哎呦，怎么给你按摩呀？哇，太吓人了。哦呦，哇，我做不了啊。一直在讨论，就看王一博。